欸，我们又回来我们的 AM Podcast， 我们继续有 Ben 跟我们聊天，耶耶。我们就是上一集有讲到你的作品，然后有讲到你的背景，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你的未来动向好不好？好的。你之前是有玩过乐团，然后你觉得玩乐团对你来讲，就是你的作品啊，可能想法啊，或者一些有没有特别经验可以影响到你呢？我觉得玩 band，就是跟一个乐队玩，其实是一个，我自己觉得挺好玩的。就是一群喜欢音乐人对在一起，然后有自己的想法。对，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影响，然后那个 band 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因为大家都是 contribute 就是一个东西，然后这音乐就是对。但是做班也有自己的就是好点坏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跟其他人去 collaborate。之前跟Blake Mark 就是澳门的任记，澳门的乐队，对，他跟他们玩了一下，特别有意思。然后最近也跟了一个澳门的。不算 DJ 吧 ，DJ 也是写歌的 producer， 对，他自己是 artist， 对。Oh. 然后做了一个曲，他是 rap， 他是也是唱 rap 的。他是一个 rapper。所以就是很跟我 style 不一样，是也是很好玩，因为是这样子配新东西，做了一个新东西，对。对。写成一个新的，那是可能以前没有想过、试过的东西嘛？对对。哦，那你。就是我们下一集有讲到你就是刚写了一首摇滚的一首 rock song 这样子，那你未来会想去尝试别的风格吗？像刚刚讲到的 rap hip hop， 或是一些更奇怪的，可能是一些特别乐器，或者是一些民族的风格的东西吗？会吗？你是谈我吗？对，你说我是玩什么乐器？玩些古代乐器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没有了，我打鼓还有弹吉他啦，就是大家通常玩的那些，对，没有特别，对对对对，有兴趣，对。其实会想尝试那个东西嘛，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吗？想啊，我觉得尝试新的东西很好，然后对自己的发展、自己的音乐的，发展挺有意思，想跟乐队玩多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我的歌也是需要很。不同的 instruments 加上去，我也喜欢，就是有 violins or 就是什么 keyboard 跟电子吉他，就是特别是演出的时候，对，就是看 band 或者听 band 有不同的乐器，这样子真的有更大的我觉得 impact。那你会想就是。之后会组自己一个乐团吗？会这样子吗？有想法。对，我现在在计算，就是在找吗？在找。对，大家有听到哦，啊，Ben在找喽，大家留意一下，可能是要不要Ben把他的联络方法写下来。My number is 1 2 3，然后联络一下，可能你是有机会在台下跟Ben一起玩啊。我的WeChat 是，不告诉你。那如果是你现在有写一些新歌嘛，你会想要出一个新的 album 之类的吗？有这个想法吗？对，很多新歌，很多新歌，要去录完几首，然后就可以想一下怎么去把它们放到一个一个 EP 或者 album。我觉得现在的话，可能EP 会比较比较可能是最接近你之前在做的，而且那个量对，因为量那EP 你可以把两三四首这样子放到一个比较similar 的比较可能是有连接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可能就整个 EP 是讲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想法这样出去。对。album 的话可能要十首，然后他们全部就可能要分 part 像是分 part 像故事比较大，因为我的歌也是现在是从不同的时候去放在一起，然后就想一个好的概念把他们连起来，然后也是，就是录歌方面也是想把他们的声音也是配上去。
可能是这 mastering 像那种可能一手连一手这样子，有想过这种？对，哦，或者去找一个可以去 master 的，就是很会 master 的师傅，高手，所以有高手，对，有高手来，做那个，好好，那你就是大概什么时候会可能是我们可以听到你新作品？这个我也想知道，因为我们都很期待，我们观众也很期待。我觉得这个年，这年底应该会之前会出吧？对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概念。那之后会演出吗？有，会啊，会啊，很期待这个，可能是一个 band 的模式，那个那有一个乐团的一个方法去看 band 的表演。对对，想看，很想看。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。那如果想知道更多 band 的东西，就多留意他了。他也有他的 channel， 然后多留意我们的 channel。我们这两边都有他的作品。对，我们今天到这了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